我没有在娑婆世界，我也没有涅槃。这个维摩诘讲了，非住世间，非住涅槃。我们平时讲，我们入涅槃就离开世间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住世间就没有涅槃嘛。维摩诘讲说，这个是错误的，因为世间就是涅槃，涅槃就是世间。讲深一点，地狱就是长极光土。哦，这个很吓人，这一句都很吓人。岂有施者无大福无小福？你以为你布施给那些穷的人吗？你以为你布施给那个穷的人吗？你布施的，你有什么大的福分？什么是大的、小的福分？大福分、小福分，有大小的分别的，就是凡夫，没有什么大小分别的，没有什么福不福的。